恒军，你去了威尔森红砖厂，他们老板怎么说？他推说原料跟人工涨得厉害，坚持不肯降价。哎，这些外国人，吃定我们一定会用他们的红砖，现在是坐地起价了。哎，老爷，干脆我们就用汉阳造算了。 别的项目还好说，可工部局他们不会同意的。老房啊，你看能不能这样？你再去和文科长仔细核对一下项目的支出，能节省的尽量节省吧。韩军啊，能不能跟工部局再协商一下，把我们的困难跟他说清楚，看看。 能不能给咱们增加一些预算？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我们自己来背这个损失了，啊！搞什么？这是下金蛋的项目啊？没错。 张炳坤被你下了迷药了吧？敢投80万在这个破地方？哎，这你就外行了。怎么讲？我跟你说啊，现在咱们国家的传统建筑多为木质的，即便是用砖呢，用的也是青砖，手工制坯，土窑烧制，烧成之后呢，还得用水把它浇下去，让它冷却，所以可以说是费时费力，满足不了各种项目的需求。所以现在一般新式的建筑用的都是红砖。 红砖呢是用制砖机制坯轮窑烧制，产量自然大大提升，所以受到各大营造厂的青睐。现在一般上海的市面上呢，红砖有两种，一个是汉阳造，一个是外国造。这汉阳造呢，它的价格自然便宜一些，但是质量远比不上外国造的。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政府的项目啊，还有租界的项目，他们都不愿意用汉阳造。 他们用高昂的价格到外国的砖厂去买红砖，所以一个项目下来自然赚不了多少钱。所以我就想，如果我们可以制出一个价格是汉阳造的，但是质量又可以和外国造的相比的话，那所有营造厂都会跟我们合作，这是一个下金蛋的好机会。啊，通过红砖跟那些营造厂达成合作，哎，这主意不错。可是齐楠，你会烧窑做砖吗？我是不会啊。 但是我花钱，难道还请不到会的人吗？也是啊。哎，你说这红砖这么赚钱，这厂子怎么垮了呢？你怎么搞到这厂子的？这砖厂原本是德国人的，北伐大罢工的时候，这里的工人跟德国人起了打手，起了冲突。哦。打手呢，打死了工人。这工人们啊，就把这给砸了。后来他们德国人害怕被北伐战争波及，所以回了国。别人呢？ 嫌这里死过人晦气，没人肯接手，所以都来赚去的，才低价到了我手上。这儿死过人？嗯，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看到没有？什么？金砖，全是金砖。哎呦，你吓我一跳！干吧，干吧。 相信我，老鬼呢？干！
我跟你们吹啊，我小时候啊，十几岁就在这个砖厂里帮忙，烧过土窑，还在这个汉阳的阜城砖瓦厂里干过20多年呢。这外国人开的砖厂里啊，我也烧过窑。要说这个制砖啊，没有人比我更精通了。你们要烧红砖啊，嘿，找我就对了。 小心烫着！我，哎呀，放心吧，这都冷却了好几天了，要不然这窑门咱也不敢扒呀。小青，这个砖烧的可不一样啊，仔细看越看越像金砖，发财就靠它呀！黄师傅干得漂亮！哎，不错啊！看看，哎，你们看啊，哎，怎么样？ 跟这外国灶一模一样吧？啊，老鬼啊，拿个家伙来。哎，你这是干嘛？不是，我试试看质量一不一样。哎，这哪成啊？哎，别说是砖啊，就是钢筋，你这么砸，它也受不了啊。哎呦，是是是是是。搞什么呀？糊弄我们啊？这什么呀？这是？这还是汉阳灶啊？不是，你这么大的锤子，就是外国灶，它也得碎啊。 行了，来，碎了吧？我问你碎了没有？哎，不是，黄师傅，收我们这么多定钱，还弄出个汉阳灶来，那牛皮吹的，我制砖，我精通，我在国外砖厂干过，这是国外砖厂干的啊！哎呀，不是，这你们听我说啊，我真没吹牛，我真在外国砖厂里边干过活啊，只不过我只负责烧窑，这个制坯的这个原料啊和这个配比啊。 这外国人捂的跟那个宫廷秘方似的，这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泄露出来呢？我觉得确实是用的这个汉阳灶的这个制坯配方，那这看起来跟这个外国灶也差不了多少啊。差不多啊，那人家退货你买吧。我先把你开了，再找一个师傅算了。好了，哎，从这个碎渣子上看一模一样，没什么区别。哎，就是啊，这看上去也没什么两样啊。哎，别说你们是这个外行。 就是内行，我们也看不出来这外国人这里面到底掺了什么东西，你找谁来都一样。黄师傅，那据你所知，这个外国灶还有汉阳灶，他们的烧制方法有什么不一样？这也没什么区别啊，这都是一样烧啊。哦，对了，这个外国灶啊，这个烧起来用煤烧，比这个汉阳灶要省很多呢。省煤？对呀，我也不明白他们这一窑砖。 就那么一点煤，他们就可以烧出来。嗯，按理说都是外头煤，应该差不多才对啊，搞不明白。省煤。这么说，工部局是驳回了我们的修订方案，还否定了我们追加预算的请求。是这样。不过我们向来签的都是总价包干的协议。 他们驳回我们的预算请求，情有可原。但是呢，作为一名设计师，调整方向、做些修改，向来都可以得到业主的支持。你作为一名知名的设计师，竟然不能用你的设计打动业主，我现在不得不怀疑你的工作能力。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杜经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人家红砖厂涨价，他有什么好解释的呀？是不是？我看要解释的是你才对吧，总经理。傅少爷好多天不在厂子露面，这难得一露面就开始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哼！行，那你先去外面的百货公司门口看看吧。 找模特为保家公寓拍的广告照片吗？哎，怎么被恒泰给用上了？而且还专门放在我们准备做霓虹灯四周的百货大楼上呀？这怎么搞的呀？这是啊？怎么样，方叔？不只是先是百货，永安、新星、大兴这几家百货公司的楼顶全都竖起了恒泰营造厂的广告牌，而且用的还都是我们的广告照片。恒泰把我们的创作意图和成品全都抄袭了。我的妈呀！ 这保家公寓错综在即，这怎么回事啊？这就这个项目本来就是我和少前在跟进，
可我们照片刚拍出来就被某人拿到他那儿去了，现在照片提前泄露，某人不解释一下吗？我刚才已经检查过了，照片和底片还在我的抽屉里，办公室也上了锁，所以照片不是我泄露的。 大小姐前几天刚搬了办公室，会不会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没有注意，被人家拿走了底片？你的意思是照片是我泄露的？我大小姐，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工作时间请教我总经理。哎，我知道，你是大妈的远房侄子，也是傅成龙的表哥，所以你可以这么多年一直占着永盛开仗先生这个肥缺。但是我要提醒，亲戚是亲戚，工作是工作，一码归一码。 请你不要乱说话。是。可人家温科长说的也有道理啊，是有这个可能吗？没错，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告诉你，我在拿到照片之前，你，还有杜经理，你们都看过照片，所以也有可能是你们泄露的。目的更简单，就是有人看不惯。 我做永盛的总经理，你胡说什么呀？那我和杜少谦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儿呢？这明明是你自己工作出了问题，干嘛把脏水泼到别人身上呀？就算像你说的，问题不在你，不在我，也不在杜经理。那说明问题就出在广告公司那边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广告公司一直是你在联系吧，杜经理。是。那就请你放下现在手上所有的事情，好好去查一下这个问题。放下手上所有的事情。 可我毕竟只是个设计师，又不是做侦探的。刚好，你的设计也没有被公布局认可，所以你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放一放，去彻查一下广告的事情。我，方叔，我们走。哎，不是这，快去想想办法呀你！我，你看不起我，哎，这女人可真能狡辩啊！明明是她自己工作出了问题，她还把责任全都推到你的身上来。 我看他这就是犹豫谋的，故意给你派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趁机把你给架空。他这是要削你的权啊，兄弟！韩军他为什么这么恨我？我哪知道啊！他应该是被你那推婚启事给气的。你说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他知道什么？知道沈清南是……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知道啊？我可从来没说到过他。他那人就那样，没心没肺。 哎，亏你当时还凶我和我妈，还给他请个什么看护，你现在知道厉害了吧？我去，麻烦帮忙通传一声吧。明的威尔先生不会见你们的，真的不行吗？不行，哎呦，算了算了，他们又有厂房又有红砖配方，生意还做得这么大，我看肯定不会跟咱们合作来分利益的。 打扰了，怎么样？不行啊！哎，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你们肯定找不到人给你们帮忙的。哎，要是我造不出来啊，这砖就没人能造得出来。还有啊，你们真的要一些做外国造，我劝你们早点打消这个念头，放弃吧。这没有配方，谁也做不出来。王师傅，我听你这么讲，我蛮恼火的。 但是你也确实是说了一句实话。哎，放弃吧，拿张炳坤的钱去做点别的生意怎么样？就这些啊，就这些。好，行，现在这里装着吧，我先走了。好嘞。大叔，我想问一下，这威尔森砖厂的红砖卖的这么贵，为什么不用汉阳造的？不贵不贵，这些砖。 都便宜的很呐，比汉阳造的价格还低得多。怎么会啊？那谁知道啊？这些啊，全是黑心砖，白送人都嫌没地方放呢，价格当然便宜了。可是这一般工地用的红砖也掺了黑心砖呢，而且比起一般红砖还硬得多，怎么会没人要呢？这黑心砖呢，它分两种，你说的那个黑心砖，它是缺氧烧出来的，那种黑心砖啊，就像那个土窑烧出来的青砖差不多，那个砖。 比红砖还硬，这一砖头下去啊，能把那个大石头给砸烂了。这种黑心砖呢，叫欠火砖。
中间根本就没烧透，所以啊，很容易就碎了。没烧透？是啊，所以才叫嵌火砖嘛。哎哎哎，没烧透，我们不就知道里面加什么东西了吗？哎，试一下不就晓得了吗？阿叔，哎，买一块砖好吧？没扎，没扎。黄师傅，你刚才说外国灶和汉阳灶烧窑的时候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这外国灶的烧起来又没少啊。原来如此。除了用粘土、煤粉灰这些传统材料之外，外国灶的砖比起汉阳灶还多加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煤渣。当砖窑里的煤炭烧到一定温度，砖坯里面的煤渣也会跟着燃烧起来。等到里面的煤渣烧尽，砖也就成型了。经过内部燃烧的砖硬度更大，也因为砖里自带燃料，烧窑的时候才格外省煤。这就是外国灶比汉阳灶的砖省煤，却又更加坚硬的秘密。但是煤渣应该加多少，这个比例可不好把控。这只能靠老鬼你和黄师傅的经验来试了。荣泰广告，广告照片泄密，造成永盛营造厂严重损失。经理，这可怎么办啊？哎，不是，那照片泄露的事情和我们没关系啊，咱们要和永盛说清楚啊。要是能说清楚啊，他就不会到法院告咱们了。现在呢，他们是认定咱们已经违约了，根本就不会听咱们解释。那咱们就和他官司打到底，反正又没做亏心事，谁怕谁啊？就是，你觉得到了法院，咱们会受到公平的对待吗？人家是什么？人家是大公司，咱们就是个小公司，这小胳膊能拧得过人家大腿吗？那怎么办啊？啊，咱们就眼睁睁看着那个永盛那边把咱们公司给告垮。哎，说不定让露西去可以说上几句话。啊，我。对呀，你可是永盛太子爷钦点的模特，记不记得他上次看你的眼神就没离开过，肯定对你有意思，是不是？对，没有吧？是啊，对呀。我们想想办法吧，帮帮忙吧，露西。不行不行，这事我做不了。露西。这广告公司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啊，求求你帮帮忙吧！经理，这些事我真的帮不了你，我不好意思，我经理，行吧，我试一试吧。我这样穿还行吗？要的要的，我觉得这对他有点难。露西，加油！加油！哎呀，你别一天到晚绷个脸了，这闲着也有闲着的好处嘛，你就当放假了。你要放心一个人瞎忙去，夏飞路新开了家法国餐厅。里面的 waitress 全是俄国女人，
哎，那身材我跟你讲，陆少爷。露西，哎，你今天看起来很不一样啊，专门来找我的？哦，是啊，傅少爷，我自己做了一点点心，想让傅少爷你尝尝。我也想不到，想不到啊！哎，想不到你人长得漂亮，手艺还这么好。哎，我们刚好要去吃中午饭，走吧。啊，走。好吃，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还不赶紧问问，到底是为什么来？还能干嘛呀？当然是想我了，是不是啊？傅少爷，其实我今天是有事想求你。嘘，别怕，慢慢说。傅少爷，你再吃一个吧。啊！嗯。傅少爷，其实我这次来，还是因为广告照片泄露的事，真的不是我们公司的人干的。知道。我们公司小本经营，受不起一场官司的，所以我求求傅少爷你再帮忙好好查查，不要把我们告上法庭，好不好？别着急，别着急啊，这事儿就怪你了。多少钱？你干什么去了？怎么二话不说直接就让法院发传票了呢？得查清楚才对嘛。别怕啊，他坏。喂，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是按流程办事。你要是爱打抱不平的话，哎，你自己帮他查好了。哎，你这。你这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你知道吧？你这就是我，你这事儿我还真无能为力，你知道吧？不可能啊，傅少爷，你不是永生的太子爷吗？你肯定会有办法的呀。哎呀，我都不负责这块业务了。哎，我中午是不是还有事儿呢？哎呦，我得赶紧去了。哎，咱们改天约啊。哎，走吧。傅少爷。杜经理，看看我们呢，吃土吃灰还没钱赚。秦楠啊，到底有没有搞头？哎，你要受不住就走，又没人拦着你啊。哎，这不好喝呀，什么味儿这是？我说我要走了吗？我说我要走了吗？哟，你也不看看我们兄弟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哦，那苦能苦多少呢？是吧？顶住嘛！嘿，看不出来啊，还挺讲义气的。皇天不负苦心人，我觉得吧，再坚持一下，应该会成功的。来，哎，我也这么想的。贵的，辛苦了。来，傅小姐，这就是这几天我查到的东西。你确定照片泄密的人一定是他吗？不能确定，但是嫌疑很大。哎呦，昨晚又喝大了。哎，怎么还没到公司啊？他又来了。是啊，你看他每天都送点心，铁了心要找你帮忙了。不是，你说他求我什么不好，非求我这个事儿。兄弟，靠你了啊！我先下车了。哎，你不能每次都让我替你挡着呀。哎，你就帮帮忙嘛。
我先下车了。停停停停停！我先下，我先下。钱了。杜经理，老王去把车停了吧。你还是别来了，他今天不会见你的，以后也不会见。可是我们广告公司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们经理也是一病不起，麻烦你就让我见见傅少爷吧。哎，杜经理，要不你帮帮我们吧？傅少爷说是你让法院发的传票，那你一定可以撤销起诉的，对不对？杜经理，最近一直往里面加煤渣，这烧出来的砖不是松散有裂纹就是变形砖。你看这窑砖，六角平直，无压痕，无裂缝，不变形，但我保证硬度一定不够，一砸就碎。随便吧，试试。根本用不上锤子，我给你表演一个。这个在街上啊，找个地方来一下也能挣点钱的。不是，你干嘛？你拿这个砖头砸脑袋呀？你疯了吧？没事。各位看官，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这小弟金钟罩铁布衫，给各位表演一个投碎红砖。哎，行了。不是你，这，是吧？你没事吧？不行的，印度行真的不行。哎，拿过来我砸一下。有戏啊！啊！这有戏。成了！成了！成功了！成了！多金砖啊，这也不枉我头破血流一场啊。咱们总算是试验出了红砖的配方了，可是就靠咱们几个人手工制坯，这根本满足不了营造厂的需要啊。是啊，人家汉阳那个砖厂工人多，附近村子里的人全在那个厂子里干活，这产量啊勉强能过得去。不过到底不像人家外国砖厂啊，人家直接用英国产的制砖机啊。哎，这机器制坯啊又快又好，哎，哪是这个工人手工能比的？英国的制砖机？是啊。我应该能想想办法。啊？
干杯。Cheers。这什么？威廉先生刚才说，为了实行垄断，计算机这个东西不好弄，特别是对中国人。是。谁叫沈先生跟威廉先生是老朋友呢？这个忙他一定会帮。那就太谢谢威廉先生了。Thank you. 啊 ，No, thank you. You know, 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Mr. Shen would be in the red brick business and wants to take business away from foreign markets. Very few Chinese have the guts. 威廉先生说，没有中国人有胆量去抢外国红砖的生意。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吃螃蟹啊。Mr. Shen would like to order some crab. Crab? The British don't eat crab. But if that is what you want, that's fine by me. Waiter. 先生你好。Some crab for everybody. Okay. 威廉先生要干嘛？沈先生刚才不是想吃螃蟹？威廉先生问，这里有没有螃蟹？误会了，我不是真的要吃螃蟹。你刚刚不是说要想要吃螃蟹吗？看来我不只需要一个英文翻译，我更需要一个中文翻译。我说的那个吃螃蟹，不是真的要吃螃蟹的意思。Mr. Shen actually doesn't want any crab. He thinks it would be better for him to have a Chinese translator. That is true. I also miss the lady that translated last time. 威廉先生说他很怀念上次那位翻译女士。来，为了庆祝我们的合作，我们干一杯吧。Cheers.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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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Please enjoy。光在四大百货公司的楼顶立了广告牌，还在其他几个最热闹的路段上贴满了他们公寓的广告画报。他们占住了最好的位置，如果我们在其他路段上做类似的广告，恐怕效果不会好。大家还有其他的意见吗？宝嘉公寓眼看出租在即，咱们如果再不做广告的话就来不及了，知道吗？哎，总经理，你不是很厉害吗？你赶紧想个办法出来啊！总经理，你找我？广告的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的。也请大家集思广益，帮帮我的忙，想一想其他办法。我跟杜经理呢还有点事情要说，今天就到这儿吧。好，再见吧。如果这个都不行，走吧，先走吧，先走吧，先走吧，再想想吧。想麻烦，好，好。坐。怎么了？什么事？我听说恒泰营造厂的小开是你的学弟。哦，我们是校友，以前念中学的时候比我和成龙矮一年级。哦，你们还经常一起喝酒？前段时间他刚回国，我们是聚过几次。嗯，怎么了？干嘛问这个？既然你们关系这么好，那恒泰的广告由他负责这件事情，你早就知道了。
他没跟我说这事儿啊。他没跟你说过，那有没有可能你跟他说过一些，或者是给过他一些不该给的东西呢？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奇怪了，很明显是有人在针对我，所以呢，我就找了私家侦探去调查，发现责任并不是出在荣昌广告社。你猜怎么着？是我们永生内部有人把照片给了恒泰。